哎，你们看看，我们这又下雪啦。出发去店里上班喽。这我爸来接我，都把车开到门口了。你这服务也太到位了，都开门口来了。爸，这车换雪地胎了吧？换了。我姐的小电驴在这儿呢，哈哈。咋放这儿了呢？昨天我去接萌萌放学骑了的。昨天晚上不冷吗？我姐就跟我说的，你有可能给我骑回去啊，就再骑不回来了。我说为啥呀？她明天好像来雪，这家伙真来了。天气预报报的有雪了。嗯，这得下多长时间呢？明天还有呢。是啊，暴雪哈。嗯。这一到下雪天，路上的那交通事故就特别多。这俩车就撞了，都是小刮小碰。刚才我看那个美团小哥差点没摔了，滑。他又过去了。慢点儿的。三台车。三个车一起刮了。嗯。本来寻思过来把我姐一块接去了，结果一联系，我姐都到店儿了。哎呀，这雪上这么厚了。这我爸今天去市场给我们取货去了。哈喽啊，哈喽啊，俺们上你家接你去了。嗯，我来了。那功夫问您不在家呢吗？那这多近一点。都没吃早饭，到店里头一人干帮苞米。我早上吃了。嗯，挨货了。嗯，哎呀，爸，你新买衣服裤子了吗？这裤子是你妈刚给我买的。嗯，还挺好看的。好看啥呀？哎，漂亮，看着真怪，这就是我们家的家教，看到。今天我们又白嫖了一个，换新助手的，从早上接送，到取货，搬货，这个、就打包了。嗯，打完包之后干啥呀？吃饭。那必须得吃。五花肉。啊，晚上吃吧，俺家化五花肉了。啥时候吃都行啊，只要有肉就行。给我们追雪人了，哈，追雪人，门口的雪得清。今天早来好悬没卡个跟头，屋里面老滑了，那地下。我们打完包之后又有活了，打完包之后又有活了吧？清雪去。那清的干啥？来年春的都化了。也对。爸，穿羽绒裤干啥？过一个月就开春了。你要这么说哈，我今天走物业的时候，看你们同事在那啥子往里面灌油呢，整那个嗡嗡直响，在这抽雪呢。啊？那玩意好玩吗？你不干吗？我干了，我早晨四点来钟就起来干了。是，那怎么我们这就干不了了呢？怎么就明年就化了呢？我这是给你俩听的。那啥意思啊？意思让你俩干呗。为什么好多南方朋友来到我们东北旅游，然后就说你们东北不有雪吗？怎么看不到雪呢？就是这样，太勤快了都。四点来钟，如果下大雪了，四点来钟就开始早起，就开始清雪了。嗯。然后小区清理干干净净的，然后马路上呢就会撒那个防雪剂，基本上就也没有雪了。对，环卫工人在一清。快递打包完了，件儿全走了，我爸也走了，这朋友约他去吃羊杂面去了。我爸走了，我妈又来了。咱妈嫌咱不清雪了，妈正刚忙完，那拿扫帚给你扫扫了。你看，就来干活来了。我也刚下班。父母的爱总是无私的。我寻思一换了再整，有啥就用啥，看我这拖布。我用这个。这个叫暴雪吗？这雪其实不大，小的时候俺们那个暴雪，把人都能埋了。我老家那园子里，那天跟我老还讲起来这事儿呢，是吗？大雪壳子，没事，有点石头呢，知道不？踩的，
快递来取件啥的。在俺们东北上班啊，到了冬天还有一项任务，就得早上上班提前去清雪。多一项活儿。嗯，我以前上班的地儿就是，一下雪了我们就得早点去清雪的。拎着条子拖的，开出去干活吧。利索的人就不一样，看我妈来，分分钟的事先解决。哎哎哎，不过你走快，好好走。是，但是如果说早上早早整了，也就整完了，咱们都踩石头了。但是哈，你看还下，明天还得清。